撤，还差一个狗。分号专区，还行，金蛋 A2。A2。极速弹头。好多油啊！捡捡捡，你们捡吧。啥东西啊？紫色武器，这是啥呀？这是啥？你们看来真是没玩多久啊。我人生中，对，人生中第一个有。哎，第一个有啊，对，第一个姓紫色，对，紫色，第一个紫色。这房间怎么？那是要刷卡吗？我操！对，这个游戏分橙卡和黑卡，我给你们开的是黑金门卡。黑金门卡100万一张吧。好贵呀，买不起。好了，这两位兄弟，你们撤吧。哎，你们哟，哎，你们要 KD 不？这两个兄弟，你们要 KD 把我打了，来，我换下一局了。这把枪不贵的，就是好看。这把枪充其量三四万吧。我操！三四万还贵吗？赶紧跑！赶紧跑！兄弟，赶紧跑！赶紧跑！哎，三四万呀！三四万，赶紧跑！兄弟，跑啊！跑！跑！别打药了，跑！快跑！快跑！30万，30万对我来说都是个。大叔啊，跑跑，别进去搜了，跑啊！他妈也是三十万呀，我操！撤撤，还差你个狗！把谁放毒气弹呢？这是帮助你撤离的，没关系的，这才是游戏的本身，游戏的乐趣，我觉得。